桃园县龙潭乡公所，国防部军备局中山科学研究院，桃园县警察局龙潭分局，桃园县劳动及人力资源局，桃园县政府环境保护局，桃园县消防局龙潭分队，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，国立杨梅高中，桃园县私立全桥高级中学，桃园县民政市北市国小，桃园县立石门国民中学，桃园县立石门国民小学，书法挥毫黄东岳老师，生活魔术教学曹明彤老师，桃园县医师咨询方里罗正明药师，刘新彩药师，谢新展药师，民俗艺术孔俊凯老师，行善天下张景贵老师，祥师献瑞吕廷正老师，邱世清同学。